大家好，朋友们，今天是3月7号，早晨的8:19，这儿有一位朋友讲这个民粹主义讲的挺好的，我们来分享一下，谢谢。今天就现在开始讲，进行这个民粹主义的讲解。民粹主义呢，在英文里面呢，populism 呢，这个词呢，其实最初的前面几个字母是 POPUL 啊，ISM 一般表示主义的意思，前面这个 POPUL，实际上呢，它来自这个古罗马这个拉丁语里面的。POPULUS 这个词呢，在拉丁语里面呢，它是指拥有公民权的罗马公民所以这个词非常的早，这个词出现的非常的早所以这个词又非常难翻翻成什么都有可能，就是翻成国内也就是在讲中文的语圈里边，有的翻成民粹主义，有的翻成平民主义，有的翻成各种各样的人民主义、公民主义都有。它的这个概念呢，是一个社会科学词语里面非常解释非常乱的词有时候会说它是一个政治哲学或者是政治语言但实际上我认为它主要是一个社会科学词汇社会科学词汇。基本上就是没有人真的去敢讲它，很多人有各种各样的想法，各种各样的可能说是有点小偏见或者是有各种各样的想法，那么我只能说我的理解我的理解是什么？大家知道这个古罗马时间是很长的，在公元前就已经有很长的历史，在古罗马呢，曾经有一段很长的历史叫罗马共和国在罗马共和国，在罗马共和国里面呢，有个叫库利亚大会库利亚大会。这个库利亚大会呢，是更早、很早、很早、很早以前，是这个就是由王来召集，然后成年男子参加。这个按照这个氏族部落咱们当时有3个大部落，其实每个部落里面有很多小部落，所以呢，就是是这样划分的。这个3个大部族氏族部落里面呢，就是每个部落有10个库利亚就是有10个这个名额这样呢，有3个大的氏族部落里面呢，有30个库利亚参加这个库利亚大会。这个库利亚大会呢是最高决策机构最高决策机构。这30个库利亚呢，就是每个人都有一票表决权这个职责呢包括这个高级的公职人员战争不战争是不是通过或者否决新法案呢？裁定死刑案件等等等等等等。这个库利亚大会呢，它因为它是以氏族部落划分的，所以它基本上是以血缘为基础的这么一个大会这个和我们中国的以前以血缘为基础的这种氏族社会还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在古代的罗马王政时期呢，曾经就有这个库利亚大会。这个库利亚大会呢，它因为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那么在王政时期的管理机构呢，它就有这个跟王的血缘关系跟王的血缘关系，包括各部落的这个贵族他们的血缘关系。因此，实际上三十个这个库利亚呢，基本上都是贵族都是贵族。但是随着这个罗马的这个王政的衰败，共和时期的到来呢。这个氏族部落呢，就开始变得有点衰败。为什么有点衰败呢？就是因为有的有的氏族部落强起来了，有的弱下去了。特别是那些大的氏族部落，就是我这个部落发展的特别迅速，特别好，又能打仗，又能干这个，又能抢钱。所以这些大的氏族部落呢，人特别多，而有的小氏族部落呢，已经慢慢的衰减了。那这样一来，那些大的氏族部落觉得我这么多人，我也是一票。那个小部落都已经那么少人了，他还认一票，那我这说不公平所以当时的在王政走向罗马共和时期呢，就有一批人在这个就是长老会之中，就一批人在推动一件事儿，推动什么呢？就是不按这个氏族来完成，不按血缘氏族来完成，
而按每个罗马公民都有一票啊，这批人叫平民派啊，平民派也是 populares 啊，平民派啊，这是在罗马共和时期就有了这么一批人。那么到了公元前六世纪的时候呢，就有一次大的改革啊，一次大的改革，这次改革呢就把这个过去的库里亚大会改成了森都里亚大会。这个森都里亚大会呢是以财产资格为标志的大会啊，他们呢就不再是这种就是完全按照血缘氏族的方式来选择库里亚人员，他不管你是罗马的贵族还是平民，只要是服过兵役的都可以参加这个森都里亚大会。而且这个森都里亚大会呢是按照财产分成六个等级啊，然后有财产的人他说话就是说话权重要大一点啊，基本上这么一来这么一回事儿。那么这一派人就是平民派在推进这个森都里亚大会的召开，因此实际上森都里亚大会就取代了库里亚大会啊，也就是说这个以财产分为就是以这种就是平民啊，只要你不管你是什么人，只要你有钱，你参加过服过兵役，你都可以参加这个森都里亚大会，然后他来完成政治权利，比如宣布战争、选举官员、这个审判重大案件啊等等等等。所以最初的靠血缘进行氏族的这样选举的基本上以贵族为基础的库里亚大会呢就慢慢的丧失了政治地位，变成了一个神权地位，后面就越来越弱了啊，越来越弱了。而这个森都里亚大会本身就是由平民派来推动，也是平民派在干预的。而在当时这个平民派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有的部族已经开始变得很富有了，有的部族变得很弱啊，很钱很少，然后你打仗就是花钱的，你服兵役的时候呢那肯定是这些有钱的人要有装备更好一些，那打仗的这个作用也很明确啊，基本上是这么一个状态。到了罗马共和国的晚期的时候呢，贫富差距就越来越大啊，越来越大。那么光是凭着过去血缘的那个贵族精神就会觉得你这太过分了，我们明明是又出力又出兵役又服兵役又出力，怎么就不能够决策呢？所以当时这些就是普通人就有一种想要参政的这个念头要更强一些啊，并且呢不希望有这么强的贫富差距，特别是贵族的。而在当时这个平民派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有的部族已经开始变得很富有了，有的部族变得很弱啊，很钱很少，然后你打仗就是花钱的，你服兵役的时候呢那肯定是这些有钱的人要有装备更好一些，那打仗的这个作用也很明确啊，基本上是这么一个状态。到了罗马共和国的晚期的时候呢，贫富差距就越来越大啊，越来越大。那么你光是凭着过去血缘的那个贵族精神就会觉得你这太过分了，我们明明是又出力又出兵役又服兵役又出力，怎么就不能够决策呢？所以当时这些就是普通人就有一种想要参政的这个念头要更强一些啊，并且呢不希望有这么强的贫富差距，特别是贵族的这种不劳而获开始有人很反感。同时呢这个平民派呢就在想说我们是不是能去抢新的殖民地啊，因为当时的这个罗马帝国的土地呢有点严重不足啊，同时呢他们希望就是调动一些方法，做了一些很多的政治上的要求啊。这个时候呢就是他为了表达自己的政治需求呢就推举了一位自己拥护的领导人，这个人就是凯撒。那么与凯撒对立的那一派叫贵人派，就是当年以这个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库里亚大会的推动者，他们呢实际上是当时的贵族啊，当时的贵族，因为他们从小就是学知识啊，学各种各样的东西啊，就是他们比那些普通的人就是这个知识水平啊还是能力啊都认为自己强很多。然后呢当时的这些就是长老会里面的
贵人派呢就认为说，你看啊，你们那些人啊，你们不足可能很大，可是呢你们从来都不知道就是这个神的意志啊，你不知道这个你没有学过知识，你没有这个管理能力，你特别容易被煽动。你把这个权利给你之后呢，你肯定会就是抢钱抢东西。所以在当时的这个罗马长老院之中呢，就分成这两派，一个是贵人派，一个是这个平民派啊，就是我到底谁应该来管理这个罗马共和国啊，当时有这么一个明确的规定啊，当时有明确的这样的一个争执。那么当时有一个平民派的领导人就是凯撒啊，凯撒。那么凯撒他自己出身是贵族啊，但是呢他觉得他应该能够就是主导这个罗马共和国的一切啊，他认为他自己就是有这么一个天降的职责。那么当时他们家上上下下他的亲属都是平民派啊，都是平民派，因为他所在的这个部族呢人数比较多，相对比较富啊，所以呢他就开始做了一系列的精神准备。第一个精神准备就是营造自己的神格啊，就是把自己创造了一个神圣的家谱，说自己是维纳斯的后裔啊。大家知道整个的罗马，从罗马共和国罗马王政时期到罗马共和国到罗马的帝国啊，都是一个就是有神论为主导的地方啊，他是坚决信神的啊，不信神的苏格拉底被认为无神论的，无神论的可以被处于死刑的。所以营造神格是让人最能啊信服的一个主要原因。凯撒不仅是营造了自己的神格，编造神圣家谱，自己是维纳斯的后裔，而且呢他还积极参政啊，他开始干了一系列的工作。其实呢最重要的是公元前65年的时候，凯撒竞选了市政官并且当选了。这个罗马的这个共和时期的市政官呢，其实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因为那个时候的钱呢，就是你要这个做市政官的，你要去做这个要做比赛啊，然后要建这个公共建筑，可是呢又没钱啊，没有那么多税收可以做，所以当选市政官的人呢得自己花钱去建这个公共建筑啊，自己去办这个竞赛。那么凯撒就觉得，我现在要想获得民众的支持啊，特别是普通民众的支持，除了我说我是那个维纳斯的后裔以外，还有一个就是要让这个民众更加支持我。那怎么办呢？那他就开始筹办了各种各样的这个竞技比赛，然后呢又同时呢改建了很多，就是包括新建了一些这个公众建筑。人们觉得哇，凯撒这个市政官太厉害了，就走到哪儿大家都欢呼到哪儿啊。但是呢这个举动呢造成了这个自己破产啊，自己的这个破产，据说呢欠款呢折合现在呢差不多几百万欧元这样的一个水平啊。是的啊，这个说的补充的对啊，就是贵人派呢他们实际上是世袭贵族啊，都是血缘血亲，就我刚才所说的这个有关血缘的这个关系啊，就血缘为基础的这个库利亚大会其实都是这样，他所谓的贵族都是以血缘为基础的啊，以血缘为基础的，这个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啊。那么血缘为基础的那肯定有一个世袭的问题啊。那么他虽然破产了呢，但是人们对就是普通的罗马公民对凯撒的这个能力啊就表示极大的欢呼，就是别人不知道，凯撒很知道啊，那个竞技比赛都是他提供的，他那个建筑就是他提供的，那个神庙就是他建的。所以当时的凯撒呢在这个普通的公民之中威望很高。同时呢森都利亚大会里面呢有很就是主要是靠财产分类，再加上呢这个财人们都对这个有钱的这些人呢对这个凯撒呢就是这种能力啊特别信服。所以在公元前60年的时候呢，凯撒呢就被这个森都利亚大会选举为罗马共和国的执政官啊，这是罗马共和国的最高长官。这样一来呢，
平民派就有了一个自己的领导啊，就凯撒啊，我们这凯撒，啊，凯撒明显的就是啊，就是基本上所有的主张都是平民派的主张，他的家里边的人，他的这血亲们也都是信仰这个平民派的，而且他们这个部族呢比较大，所以当时其他的这种通过世袭得来的贵族们就想，天哪，这样下去的话，凯撒会就是说一不二，那我们的这个位置就岌岌可危了，啊，这他会不会就是为所欲为呀？所以呢，当时的就是罗马共和国的贵族们呢，都觉得他是一个重要的政治对手，所以呢，当时呢，就元老院的贵族派啊，就找了一个贵族派的代表来跟这个凯撒抗衡。大家知道啊，这贵族总归是钱要比较多的啊，钱比较多，而且呢，这个说起话来呢头头是道，因为他从小就学的是怎么样去辩论，怎么样去表达啊，所以当时的贵族派呢也是蛮厉害的啊。那么凯撒一看到这个情况呢，就去想办法，他想到的什么办法呢？他跟当时的军事家彭贝啊联手啊，说你参与这个我们的这个执政官啊，这样呢我们就可以有一个更好的这个未来了啊，就是一个很好的蓝图给画下来了。那么彭贝呢就被这个凯撒说服，而且彭贝本人呢，因为他自己也是很厉害啊，就是也是民心所向，打仗很厉害啊，军事上很天才啊，所以当时的人们呢就说好，这个人也加入。所以在这个罗马共和国呢形成了就是三头联盟，三头同盟。这个时候呢，就是，贵族派啊，有一个人啊，凯撒代表平民派，此外还有一个军事家啊，彭贝，他们组成了一个就是三人联盟啊，三人联盟。这个三人联盟呢，就主导了罗马共和国的几乎一切。为了让军事家彭贝支持自己啊。凯撒做了一个非常让人诧异的决定啊，他就让这个已经五十岁的军事家彭贝娶了凯撒仅仅14岁的独生女朱莉亚啊，就是成为这翁婿关系啊，因此彭贝跟这个凯撒之间就形成了血缘同盟啊，血缘同盟就通过姻亲的方式结成了血缘同盟。当他们两个成为就是。凯撒跟这个彭贝，因为彭贝是代表军人这支成了这么铁联盟之后，这个实力就变得非常大了。那么长老院的贵族派一旦说不同意什么什么事情的时候，凯撒就已经完全不用管他的想法，甚至于直接派武装人员把他给赶出去啊。就元老院的贵族派彻底的没有办法发声了。那么元老院会议上看到凯撒跟彭贝的这种结合，是种铁腕结合，翁婿之间的铁腕结合已经完全动摇不了的时候，贵族派居然可以被赶出去的时候，原来在元老院可以随意争论的元老院里变成了再也不敢对凯撒提出任何批评和议论的时候，从此凯撒开始了独裁统治，罗马共和国变成了罗马帝国，从此就出现了民粹主义这个概念。那么民粹主义它会出现有四个特征，有四个很重要的特征，这四个特征是我自己总结出来的，但是很多人会认可这个内容，因为在很多书里面也有，虽然不是直接提出这四个特征，但是也有类似的表述。第一个特征就是为了代表所谓的民众，就会有一个强有力的形象，他在营造自己的神格啊，无论说自己是神的后人也罢，或者是说神的代言人也罢，或者是神命令他来的人也罢啊，神选的人也罢，要营造自己的神格啊，民粹主义的领导人都会做这件事儿，营造自己的神格。第二件事就是一定会利用各种社会问题，通过自己的表达迎合
众人的心理啊，达到洗脑和慑服人心的目的啊，这个是民粹主义必然会用的手段，就是一定要面对社会问题的时候，通过自己的一个简单的想法啊，只要怎么怎么样就可以怎么怎么样啊，这样一个简单的命题来迎合普通人的浅薄心理，以便洗脑和慑服人心，这是第二个特征。第三个特征呢，一般情况民粹主义出现的时候，他一定会反对现有的法律和秩序啊，通常会把非常复杂的出现的社会问题归咎于一个少数族群或者阶层，以剥夺他们的财产乃至生命为正义啊，就是我说这些事儿全是坏事，都是他们干的，只要把他们给干掉我们就 OK 了啊，基本上是以这样的一个明确的方式来完成的，这是民粹主义的第三个特征。民粹主义的第四个特征是通常会与军事力量结合，以武装手段去除制约，最终实现独裁啊。凯撒的情况是这样的，其实很多人的方法也都是这样的，你去想想看太平天国和其他的白莲教啊，包括一些全世界的各个地方的这个情况，基本上都会有这四个基础的方式。那么在1895年的时候呢，法国的一个群体心理学家啊，古斯塔夫·勒蹦写了一本书叫《乌合之众》，副标题就是《大众心理研究》。在这个书里边呢，这个勒蹦就说啊，构成乌合之众这个群体啊，有几个特征：容易冲动、易怒、缺乏理性、缺乏批判精神的判断力、对情感的过度夸张以及他人的诱导。他说的这些乌合之众呢，实际上他就是认为那些，当然他当时还是有些性别偏见啊什么的，比如他说女人和小孩就是特别明显的例子啊，他们很容易就是因为没有意志力啊，特别被容易被控制，这是属于无知的那种群体啊，也没有学过知识，也没有学过文化，很容易因为哦你看这小孩死了多可怜，哎呦觉得那这小孩死了的人就该杀啊，就基本上是这么一个，就对情感的过度夸张很严重。他说这种群体的特征呢，是以这个头脑简单、易受暗示、夸大情感以及少数领袖人物的主导诱导成分为基础的。也就是说这个做法并不是所有群体的个体都是按照理性最后弄出一个民粹主义来，不是的，通常都是受到了领导者的鼓动，或者受到了某些煽动性的言论或者情绪的支配，使得整个群体向某个方向坚定的前进，结果造成呢，结果是不一定的，有的结果是进步的，有的结果却是带来了极大可怕的杀戮、流血和牺牲啊！特别是有些领导人以这种很厉害的雄辩演说迎合这个乌合之众的浅薄心理，让人的这个人心呢彻彻底底的倒向他，从此失去了是非判断能力，从此成为这个群众操纵者的奴隶。在这本书里面就说，这其实这些所谓的领袖呢，并没有掌握什么了不得的理论，通常都是用一些煽动性的标语口号或者诗一般的语言，然后呢，以这种宣传机器反复灌输，调动这个群众的情绪，就造成了这个统帅思想、征服民众的目的。那是不是所有的这公众就是乌合之众呢？这是不对的，这是不对的。我们一定要想清楚，勒蹦所说的这个乌合之众呢，往往都是那些比较冲动、缺乏理性、缺乏批判精神、判断力的人啊，他很容易被人洗脑的人啊。也就是说，虽然乌合之众可能是公众的一部分，但集体行为产生的原因是不一样的。当集体行为中失去了理智啊，这个时候就跟着就像这个宗教般的一样的感情的盲目形式的时候，这个时候是乌合之众。而现代社会的公众呢，
就是在人群中的每个个体，他们之间有对话有讨论，可以同样的热情去分享自己的所言所得，而且实际上如果真的采用了批判性思维的时候，他是有一定的分辨能力的啊。所以实际上尽管有一些共同体啊，大家都能形成一些共同体，但乌合之众和公众之间是有差异的啊，就是所有的信息的来源就很重要。如果是信息来源是偏执的，只信一部分的人的，这个时候的集体他可能是蠢不可及的，只懂得跟随，没有自己的判断力和反思能力，没有办法跟这个社会中的其他人进行有效的互动，有效说理。那么通常情况下，人获得知识水平较高的时候，他会有比较好的批判思维能力。什么叫批判思维能力呢？这个不是说，这个翻译的其实不太好，不是说想批判谁，而是去伪存真，从事实的判断出发，判断这个事情是不是事实，为什么是事实，为什么不是事实，然后通过事实理由证据的逻辑综合能力判断是哪个是是哪个是非啊。因此实际上是一个分辨能力啊，所谓批判性思维的能力实际上是一个就是去伪存真的分辨能力。通常来说呢，我们认为就是知识比较多的知识分子有较强的分辨能力，沦为乌合之众的这种可能性稍低啊。但是呢，事实上有这种批判思维的能力呢的知识分子呢，有时候遭受的苦难很多啊。比如在希特勒时期，这种情况就得到了验证。很多人知道这个第三帝国的事情啊，但是很少人就想过希特勒的民粹主义精神啊。实际上希特勒在1920年纳粹党党纲的第24条中就写明了，本党主张积极的基督教啊，他说的是就是德意志基督教啊。实际上德意志基督教里边的最基础的思想就是马丁路德的排犹理论，就是对犹太人的这个7点应该怎么样去，你们可以去搜索马丁路德的排犹理论，就是对犹太人应该怎么做，没收他们财产，驱逐他们，甚至杀死他们。那么希特勒实际上在第三帝国时间他统一了德国教会啊，他这样呢就赢得了当时仇恨天主教的路德宗原教旨基督教新教教会的支持啊，这样整个德国当时的宗教思想统一在德国的统一德国希特勒所领导的这个统一德国教会的基础上，而且就在纳粹党党纲里面就写着本党主张的那个积极的基督教啊。实际上在希特勒时期他也创造了自己的神格啊，这个营造神格呢就是采用积极争取用神权加持的最简单的办法获得信徒的精神上的支持啊。因此实质上当时的排犹理论啊，就对犹太人该怎么做，在这个路德宗里是非常明确的一个概念。当然希特勒不仅是靠这个宗教啊，他还有一个就是显得非常迷人的东西啊，就是因为当时的纳粹宣传机器呢为希特勒做了很多很多的就增加了很多的光环啊，这个希特勒是不屈不挠一心追求着祖国的复兴啊，这个进过监狱啊，这个他就从1925年开始，希特勒一出狱就开始政治活动，提出的口号是要使德国恢复强大，拒绝赔款，撕毁凡尔赛条约，肃清贪污，迫使金融巨头就范啊。然后他证明了金融巨头里边有犹太人啊，要使工人每个工人都有工作和面包。这样的口号使得当时正在处于一战之后德国很多人失去工作的状态，还有那些刚刚有选举权的热血青年，以及已经快要就是快不行了，就是这你就吃不上饭的这些人，因为一战之后对德国的这个战争赔款是很多的，也没有任何人去救，所以当时的这个据说是连墓地的价钱上午到下午就能翻番啊，基本上是这么一个状态，所以当时的这个社会矛盾极其尖锐。这样的口号呢就为纳粹党赢得了很多的拥护者啊，
这个希特勒呢，他一边公开的站阵，宣称我站在工人这边啊，我反对财团，但是他从私下里呢，却跟这些财团老板呢，非常的多的会谈啊，就是我给你们这个，我一定会管住工会。大家知道，一战之后工会的力量是很大的啊，这个尤其是那些大的财团，他的工会动不动就罢工，你弄得他们就是赚钱的力度很弱，还得跟他工会谈判。所以呢，希特勒就是私下也跟财团老板就说，我会管住工会，不让他们随便罢工啊，谁要敢工会谁要敢不服你们，我揍他们啊。所以实际上呢，希特勒的大量的经费就是这些大财团给的啊，而且实际上他压制犹太人，希特勒的经济手段是压制犹太人啊，没收犹太人的财产，这样呢，在某些大财团眼里就是把他们的竞争对手给干掉了啊，所以这些大财团其实是很拥护希特勒的，所以在这个希特勒的这边呢，就是两边讨好啊，一边讨好工人啊，我让你们有工作啊，有面包，有机会，有一些工作机会。在私下交易里面，大老板也是啊，你看咱们才是一头了，那工会我来揍。当时的社会民主党，民主党呢是魏玛共和国的议会的第一大党，是执政党啊。当时的就是总理啊，什么都是社会民主党的人啊。到了1925年之后，希特勒的纳粹党就开始逐渐的越来越厉害，先是进入国会，然后慢慢的到1932年的时候就成了第一大党，但是席位却不是绝对多数，没办法单独组阁。那么在德国的宪法里有一条就是钻空子的条款，说国家出现危急情况时，总理可以宣布解散议会，重新大选。所以呢，这个希特勒呢就在合法斗争的情况下，在外面煽动打砸抢，制造各种暴力事件，造成危机状态，然后说服总理解散国会，重新大选，一年之中就选了4次，而且每次选举的时候呢，他就通过他这个擅长雄辩、擅长辩论的方式呢，就争取了更多的支持者。到1932年的时候呢，他认为公开竞选总统还能赢，结果呢败给了金登堡啊，然后呢就是他用尽了一切办法，让这个当时的总理和内阁没有办法正常的去运行啊，甚至于希特勒考虑到了用武装政变夺取政权，后来一想，那这个花的力气大，不如威逼利诱啊，然后呢拉拢这个新登堡的儿子，因为当时是青年军官嘛，就一套这个理论特别容易说服这个容易冲动的青年，这样呢本来很厌恶纳粹的新登堡总统呢就任命他当总理啊，放弃了需要议会投票的这个条件，于是希特勒当上了总理啊。他并不是靠选举啊，他是靠这个各种各样的办法啊，用各种各样的怎么说呢，无论是威逼利诱也好，用这个各种手段也好啊，这种就是通过这个冲锋队，通过他的这个这些一些敢于违法的人所做的这些事情啊，这样获得了当总理的这样的一个权利啊。所以到了1933年的时候，希特勒就任命就成了总理啊。实际上魏玛共和国到那时候也就基本 over 了啊，就第三帝国就准备开始了。那么我们刚才说过，民粹主义一定要找一个替罪羔羊的啊，他找到的替罪羔羊就是他用的是德国基督教的，也就是马丁路德的排犹理论啊，找到的替罪羊就是犹太人啊。于是他创造了一系列的理论啊，一战之所以打败，犹太人；德国的问题，犹太人；犹太经济命脉，犹太人掌握啊，就整个的这个犹太人就在这个奴役德国，甚至准备奴役全球啊！这个犹太人在奴役着这个更高级的、更高贵的啊，雅利安血统啊，这德国雅利安血统嘛。于是希特勒就整个把他的这个种族理论成为他的最重要的争取德国普通人的一个方法啊，就说你看犹太人在奴役我们雅利安人。在玷污犹太人的雅利安人的血统啊，犹太人强占了我们雅利安人的女孩啊，跟他们结婚啊，造成了这个犹太人抢了我们的钱，抢了我们的人，抢了我们的女人，抢了我们的一切啊，所以呢
德国要强大啊，就必须消灭犹太人啊，这个隐藏在德国内部的坏人啊。所以呢，希特勒的整个民粹主义思想就找到的替罪羔羊就是犹太人。那么民族主义、种族制主义这种身份认同本来比较接近于人的本来属性啊，比如这群猴子和那群猴子，那肯定我这群猴子都是有血缘的，那我肯定跟别的那群猴子得打起来啊，这种本来的自然属性它容易引发那种朴素的共鸣啊。一个雅利安人，他不管他是个多次的雅利安人，他哪怕目不识丁，他哪怕是长得奇丑无比，他哪怕是一个就是没人理的，所有人都觉得这人怎么这么弱智，但是呢他再怎么着，他因为他是雅利安人，他就可以说你看我高贵的血统啊，我超人的血统啊，我这么牛的血统啊，我就应该把这个犹太人啊抢走，犹太人抢过来啊，我所有东西就应该归我，我就应该蔑视全世界。实质上就是德国就当时的第三帝国就基于这种种族的民族主义作为它核心的价值观啊，并且对对外扩张提供了理论依据啊，这个雅利安人不能就局限在这个小地方啊，他应该有更大的生存空间啊，必须从肉体上消灭这个就是侵犯了雅利安民族的犹太人啊，所以实际上要求从这个财产上全部没收，肉体上全部消灭啊，采用这种方式对待他们认为的最恨的敌人就是犹太人啊，并且通过对外扩张，在这个欧洲抢占资源，构建殖民地，解决国内矛盾。事实上当时的这个德国，也就是在希特勒最初的做法中，其实做了很多的基建项目。大家想想基建这项目这个东西吧，你像罗斯托夫新政也是做基建。做基建有什么好处呢？那当然可能更便捷的交通，可能对经济有一定的拉动作用。但是你不要忘记，基建本身是不带来真正的利益的。它虽然可能会对其他的经济有一点点好的影响，但是基建本身是支撑不了这个国家的发展的。所以到了后期，如果不去抢夺全欧洲的资源的话，已经没有办法实现这个希特勒当时对工人的所有承诺了。那么实际上当时希特勒对民意的利用啊，采用的方式就是对这种少数族裔，比如犹太人，还有当时的反对他的知识精英，以及所有的政见不同者、宗教不同者，进行了毫不留情的破坏与摧残。所以神圣罗马帝国以来的几乎所有的文化与底蕴被这个希特勒的这种民粹主义给摧毁得很惨很惨。当时的柏林大学、海德堡大学在希特勒手里都变得很惨啊，只能以排犹主义为基础啊，没有这样的主义就什么都干不了，你反对希特勒就是反对一切。所以当时这些世界级的文化精英被当时德国知识水平最低的冲锋队和党卫军拘捕、迫害、流放、虐杀。当时的情况事实上不是没有人反对，有很多的知识精英、文化精英在反对希特勒的这些东西啊，包括他的种族主义，但是只要你开口，你就被当作敌人进行摧毁。所以当时的集中营之中不仅仅只有犹太人，更多的是不同政见者。民粹主义的危害呢，其实在西方是多次被证明了，但民粹主义的思潮却一直是生生不息的。一旦社会出现矛盾的时候，民粹主义就死灰复燃。目前的欧洲北美都有一部分民粹主义者出现啊，当然很多人管他们叫极右翼民粹主义或者是右翼民粹主义啊。为什么呢？因为种族主义被认为是极右翼的内容啊，种族主义在所有的欧洲的北美的政治光谱中都认为是极右翼啊，种族主义是极右翼的情况，所以很多人管它叫右翼民粹主义。但是我觉得实际上民粹主义本身
就含有了一定的中毒性啊，含有一定的中毒性。从它产生的时候，就是自己的这个小圈子，自己的这个氏族，他会认为自己有独特的地方。当然，这种右翼民粹主义的产生是很自然的，很自然的。尽管在欧洲，很多人对此有极大的警惕啊，但是总会有一批人因为自己的种族出身而觉得我在捍卫自己的价值观。事实上，民粹主义或者我们管它叫右翼民粹主义，它是在拒绝现有的政治共识啊，现有的这个人权理论，甚至现有的普世价值理论啊，他们拒绝社会平等和相关的政府方案。他们反对这种社会的融合，反对这个就是各民族之间就是普遍性的混杂在一起，有一种隐含的排外主义思想啊。他以这个用反对精英的方式来吸引普罗大众的注意。由于全球化的影响，实际上从90年代开始，这种民粹主义政党就开始在各国，包括在加拿大、挪威、法国、德国、罗马尼亚、荷兰、瑞典、智利各种国家里开始逐渐成立啊，在比利时、瑞士、奥地利、芬兰、希腊、这个新西兰、比利时、意大利等等等等，甚至都被引入到联合政府之中啊，包括就是美国共和党的一些，比如茶党运动啊，大家都在说，很多时候很像极右翼的方式，但是实质上他们跟右翼政党没有历史渊源啊，跟传统的保守主义并不是一回事儿啊，并不是一回事儿。我以前讲过传统的这个保守主义，保守主义并不是说我这坚决不能变啊，它是一个渐变，不需要这个激进啊。我们以前讲过这个事情。那么在法国，比如说有这个国民阵线，就是现在叫国民联盟啊，就勒蹦夫人 ，Madame Le Bon， 她主导的这个曾经一度，就是跟马克龙在叫板啊，就是基本上就是不相上下的那么一段时间啊。当然最后马克龙胜出啊，马克龙是一个应该说是就是中间派啊，应该是这个中间派。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像这样的过去在西欧，至少在我知道的欧洲，大部分的民粹主义会被认定是一个过时的边缘性的东西，但现在呢却开始越来越受欢迎。主要原因呢是因为欧盟经济的问题啊，欧盟经济由于这个欧盟形成之后，有欧元之后，那么一方面移民也比较多，另外一方面他们觉得自己的传统的这种生活被影响了，然后呢日子没有以前好过了，简单的说日子没以前好过了。为什么会这样？他就觉得肯定是移民造的孽。那么一部分的民粹主义者呢，他们认为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包括自由民主制度，包括人权理论啊，这都是对民族国家的侵蚀啊，它会造成这个种族急剧变化啊，他会认为这你就逐渐的移民占领国家啊，他认为你这样干，我们的原来的家园就不保了啊，我这个皮肤色越来越黑啊，或者是你这个宗教越来越厉害，所以呢在这个欧洲国家，这个民粹主义政党呢一般情况是反对欧盟啊，反对难民，然后呢反对伊斯兰，这以三反为基础的，就反欧盟，反这个移民，反这个伊斯兰。这样呢在欧洲北美呢，就是穆斯林和移民成为了替罪羔羊，就像当年的这个犹太人一样啊，会加了很多不实之的罪名啊！你看，这个犯罪是移民干的，这个抢钱的是这个移民干的，然后他们过两年就富起来了，那这更是他们干的啊！然后他们怎么怎么着，就是一大堆的不实之词就开始往他们身上泼脏水啊，泼脏水。实际上呢，这种情况在某些穆斯林国家里边呢，可能有些就是少数的就宗教团体，比如说一些犹太教教徒，也被当作这种替罪羔羊啊，是他们干的啊。就很多地方，实际上有些地方呢，就是宗教原教旨主义就开始兴起，啊，甚至呢就对这种就是女性主义或者是那种就是同性恋啊等等这些边缘群体极度憎恨。但是
是呢，他们有一些共同之处，虽然他们很多分歧，有很多很多分歧，每个右派他们其实就所谓组织这个民粹主义，他们其实现在有很多的分歧，但是他们有一个很明确的观点，就是原教旨的这种就是种族主义啊，国族主义啊，我们这边的人就是这样的人啊，我这个威权主义啊，威权主义啊，我什么什么高于一切啊，这个对这个其他的种族啊，对其他的宗教不容忍啊，只要是有犯罪问题就应该是暴力镇压啊，基本上是这么一个状态。所以呢，当时呢就有很多地方管它叫法西斯主义或者半法西斯主义，又重新回来了啊，就是说得好。